我是一诺吉运动训练中心教练刘荣信。那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动作是正面的棒式加上上半身的旋转。我们会先呈现一个正面的棒式，双脚打开之后，手肘呈现90度，变成一个正面的棒式。稳定好之后呢，我的上半身往正上方延伸之后，加上一个旋转，穿过我的身体。我们要挑战一下30秒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几次。20秒做了20下，欢迎大家来挑战。